天使。有声音讲。我们是守天使，今天进行的是第三届障碍者需要性游行。喂，好，这个人。好，我们在演障碍要勇敢，障碍要勇敢。台北市民大家好，我们是守天使，我们在举行第三届障碍者需要性游行。情感的启蒙，性的启蒙都在西门町，但是都有没有想过，整个西门町对轮椅族的朋友有友善吗？没有。西门町对于障碍者有友善吗？不友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行动剧在这边，对，我们会想跟大家表达出障碍者所面临的处境。站着走路的人叫直立人，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，西门町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可是大家想过，对于轮椅族的朋友，很多地方只要门槛超过5公分，他就是进不去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行动剧，告诉大家这些看不见的障碍，对于很多障碍者来讲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约会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约炮，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去看好好的看电影，就是旅馆就算他显示无障碍房，轮椅族也是进不去，想开个房间打炮都不太可能。你可以帮忙障碍者做一点事，打电话给1999说路边有人乱停车，告诉学校应该招障碍者性平教育，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喊，不管性欲自主，大家喊出手相助，性欲自主，出手相助。性欲自主，出手相助。对，有大家的出手相助，障碍者才可以有好的开始。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来到监察院这边，我们要跟国家人权委员会做相关的陈情。我们不知道今天监察院、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没有派代表出来接陈情书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在这边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。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故事，不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没有听到这么多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。我们今天陈情书里面有4点的诉求，第一个落实性交易除罪化，然后第二个积极的建设无障碍环境，第三个障碍者要自主，障碍者要自立生活，第四点性教育、性别教育跟家庭教育一定要有障碍者的观点。我们不知道说今天我们台湾签了这么多的人权公约，各个人权公约都有交织性的议题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这件事。今天国家人权委员会有人出来接陈情书吗？有没有听到我们讲的这些故事？有人出来吗？有，我们有副执行秘书出来来接受我们的陈情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来这边。那有我们的小七，还有严家代表障碍团体障碍者。我们希望呢，台湾社会呢可以看见障碍者在性别上的需求。我们期待我们的整个的空间不要再拒绝障碍者。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具体落实。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政策，真正的改变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这个副执行秘书真的努力在人权委员会、在监察院帮我们的障碍者打开他们的这个限制，让他们能够自由参与更多，无论是文化权、教育权、公共参与权，还有最重要的性权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喊一个口号，让我们的这个副执行秘书知道：我要做爱。我要做爱，不要等待。不要等待，我要做爱。我要做爱，不要等待。不要等待，性欲自主。性欲自主，出手相助。出手相助，性欲自主。性欲自主，出手相助。出手相助。好，我们谢谢，希望真的能够有更具体的行动。谢谢，谢谢。
好，信誉之主，信誉之主，出手相助，出手相助，信誉之主，信誉之主，出手相助，出手相助。好，接下来忍不住还是要广告一下，我们刚经过了二八公园，是上个礼拜五第六届跨性别游戏。